教说人缘有善念，就别让他披上沙尘。好好修学要修持正念，就要保留青春的一面，该让自己活在清醒没尘埃的世界，该让自己活在一个有提醒的人生。当你处在那复杂的人世，就该好好显现心愿，坚持善念并立定意念，就别因为一时的失眠，该让自己备受保护而不是被欺骗，该让自己决心时时刻刻能自觉，让我们能自我觉醒，自我去关心，不迷欲望不该好玩，不再是贪心，让我们能自我觉醒，自我去关心，是正念不该堕落，不再是迷失。让我们能自我觉醒，自我去关心，不迷欲望不该好玩，不再是贪心，让我们能自我觉醒，自我去关心，不是正念不该堕落，不再是迷失，让我们能自我觉醒，自我去关心，不迷欲望不该好玩，不再是贪心，让我们能自我觉醒，自我去关心，不是正念不该堕落，不再是迷失。世界精华与生命化，
生命花园，向